迎来到悠悠咪咪岛，让你猜谜都猜不到。不论动身体或动脑，答对答案才最重要。奇奇怪怪迷你国王爱热闹，嘻嘻哈哈猜谜大臣爱耍宝。答对就好。柳大臣，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有没有什么降温的好方法啊？降温啊，有，我们可以随手做环保，节能减碳啊，这样就可以让地球降温了。那李安哥哥，你有什么环保的好方法吗？当然有啊，像是平常我都用环保筷，这样我们就可以少砍一些树木咯。哦，那考考小小兵，请问如果没有使用的电灯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棒的呢？关灯。厉害哦。哎，你小小兵答得真棒啊，果然啊你是环保小尖兵啊。大家都很棒，不过我现在还是好热好热，有没有什么可以让身体马上降温凉爽的方法？ Shake it, shake it for me, 摇摇摇，摸摸冰果室，大家快来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吧。哎呀，这个不是乳牛妹妹吗？哎，我记得啊，她卖的饮料啊，又好喝又营养哎。啊，我要喝，我要喝。可是他怎么会掉到陷阱里啦？就是因为天气热，水果缺货啦，所以我就来找梅丽花，想问问他有没有好吃的水果可以卖给我。原来是这样啊，乳牛妹妹，别担心，我们会赶快救你出来的。这样子我就有饮料可以喝了。国王爸比，赶快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吧。谢谢爸比。哇，红色。今天要猜的是一个我很喜欢吃的红色水果哦，而且啊，这种红色水果吃起来的滋味呢，酸酸甜甜的哟，闻起来，好香啊！哇，红色的水果有很多哎，会是哪一个？小小兵有想要哪些红色的水果？苹果、西瓜、西瓜。还有什么红色的？黄色。小小兵很厉害耶，不过提醒大家哦，这种水果不是长在高高的树上，而是地上矮矮的叶子里哟。快想想答案到底是是虾米，是虾米，加加油，互相打打气，有信心，保证没问题。这种水果是我的最爱哦。我的摇摇杯啊，这种水果卖得最好，因为它的颜色很漂亮，也很好吃哦。越听越想喝了，好想喝，好想喝哦。没问题，没问题，那就赶快请国王给我们第二个提示吧。啊，谢谢国王。哎，爱心红宝石哦。今天我们要猜的这种水果啊，它的外形就跟爱心红宝石一样漂亮呢。我觉得它的形状。长得很像我们的鼻子哦。不止如此，这种水果的外观上面还有许多点点在上面哦。啊，长得就像鼻子上面的粉刺啦。长得像爱心又像鼻子的小小兵，有答案了吗？时间快到滴答滴，快快快想一想，时间快到滴答滴，倒数计时五。聪明的小兵，答案是什么？草莓。我们的答案是草莓。答案是草莓吗？请咪咪国王公布解答。上面有点点，形状像红色宝石的酸甜水果就是草莓。咪咪金钥匙 open。我出来了，亲爱的小小兵们，我们一起摇出最好喝的草莓牛奶，像我这样摇摇摇摇摇，换你们摇摇摇摇摇，我也来一杯。猜谜小兵，
来接受胜利的 Happy。Happy 彩礼，为你道上充满回忆。胜利胜利，我们一起庆祝胜利，一起唱着进行曲。我们来做草莓牛奶，采草莓又采草莓，采草莓呀采草莓，啊牛奶呀牛奶，牛奶呀牛奶，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黎明国王欢迎你。草莓牛奶干杯！干杯！飞船跟着一起飞，穿上衣裳有翅膀的鞋，追着梦想去冒险。时间机器从来不停歇，光阴火箭永远不后退，带上魔法让爱看得见，我们勇敢走向前。我是草莓姐姐。I am 悠悠 man， 我是悠悠 man。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呢 ？Great！ Everybody， it's English time。草莓姐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好啊，请问。请问哪两个英文字母碰在一起会爆炸？A B 吗 ？No， 不对。C Q？ No， 不对。不对。W Y or G O？ 碰在一起。哎呦，我想不出来啦。悠悠妹，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O K， 因为 O K 蹦。啊 ，O K 蹦。悠悠妹，你说的这个是冷笑话吧？不过悠悠妹，你知道 OK 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啊， OK 是对、好、可以、行的意思。That's right。当别人跟你说 I'm sorry 的时候，你可以回答他 That's OK， 没关系。That's OK， 没关系。又或者我们不舒服的时候，老师会问我们 Are you OK？ 你还好吗 ？Are you OK？ 你还好吗 ？Good job， 悠悠妹，你说的很棒啊。That's OK， 没关系。That's OK， 没关系。
Oh, I'm sorry. That's okay. Are you okay? 你还好吗？ Are you okay? 你还好吗？啊住！ Are you okay? I'm okay. Are you okay? I'm okay. Okay. 悠悠妹，你知道吗？OK 是全世界最常被人认识还有使用的英文单字之一哦。哇，太厉害了！那我们赶紧来练习。OK， 没问题，我们要开始了。悠悠妹 ，Can you give me an apple？ 你可以给我一颗苹果吗 ？OK。悠悠妹 ，Is it good to eat burgers for lunch？ 我们午餐吃汉堡好吗 ？OK。悠悠妹 ，Is it ready to go now？ 我们现在出发好吗 ？OK。Perfect， 小朋友，你们也要多多练习哦。小朋友，这时候你们要回答 OK。Great，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小朋友，赶快动一动脑！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加油，加油！答案就快要出来了。没有错，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哇，就变成了可爱的老鼠。从前，从前。有五个好朋友住在一起，他们是大拇哥，吼吼吼，我是大拇哥。二拇弟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二拇弟。三中娘，大家好，我是三中娘，三中娘是我。四小弟，我就是四小弟啦。还有小妞妞，我是小妞妞。他们每天都一起玩，每天都好开心啊！来了一只可怕的大怪物！哇！哇！抓你们了！没关系，我们一起合作。最后。他们赢了，大怪物逃跑了。耶！我的做朋友，超级好朋友，等到长大后彼此不荒谬，小小手指头，连接你和我，约定放心中，永远手心有，张开手，星星闪烁。不要忘记，赶快邀请你的好朋友一起收看《悠悠点点名》。
小朋友，卡加布列岛上有很多的动物好朋友，还有美丽的花花草草，在这边跳舞啊，最开心喽！那现在就一起来跳这首《卡加布列岛》。亲父老，大家好。今仔日要为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叫做《阿嬷卖鱼》。来哦，详细听来。阿嬷本来只想炖只鸡，为什么她后来也买了鱼？阿嬷说着越说越生气，生气不接下气，窜大亏。阿嬷想要炖只鸡。洗洗去湿机，跳来跳去伤脑筋，想要又大又便宜，讲讲不成很神奇，这只难只难决定。哎呀，一个不小心，鸡儿飞到隔壁去，大白活鱼跳满地，东抓西抓忙不停。阿妈连声对不起，只好买鸡又买鱼。故事真正是好听搁趣味，阿妈卖鸡，哪会搁卖鱼？小朋友，听一届真正无够气，我想赶紧吹落去。阿妈本来只想炖只鸡，为什么她后来也买了鱼？阿妈说着越说越生气，生气不接下气，
穿大开。阿妈想要炖只鸡，欢欢喜喜去市集，跳来跳去伤脑筋，想要又大又便宜，真的不成很神奇，就是那只能决定。哎呀，一个不小心，却飞到隔壁去，大半我鱼跳满地，东的西装忙不停，阿妈连声对不起，超卖鸡又卖鱼。去市集，跳跳去伤脑筋，想要又大又便宜，真的不成很神奇，就是那只能决定。哎呀，一个不小心，却飞到隔壁去，大半我鱼跳满地，坐在西装忙不停，阿妈连声对不起，只好买鸡又买鱼。阿妈本来只想炖只鸡，为什么她后来也买了鱼？阿妈说着越说越生气，上气不接下气，穿大开。故事讲完啦，感谢各位。朋友们，问你哦，在一天当中，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啊？我最期待可以在悠悠点点名跟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哇，我也是哎，我最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了。现在才刚结束，我就已经期待下一次了。那悠悠点点名要跟大家说，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林洋哥哥。喜欢我们的影片吗？喜欢的话，请按下订阅键。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请看这边。